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父亲节，要甲遮个做老爸讲，恁辛苦啦，晚上伫个稳定，庆祝保障、温顺，伫你一生辛苦的日子。今天一个好欢迎。伫这个遮。感觉对现代最时代人的有几句话爱提醒。感觉现代的时代人，甲以前古早的时代人无啥共款的几项。通常咱担心对囡仔的担心伤济，替囡仔做伤济，骂伤济，互因伤济，也互因伤好。然后咱对囡仔的期待伤济，毋知遮个所讲的有影啦无影？咱倒转来看咱家己怎样伫厝内伫咧对囡仔的态度，讲咱对囡仔处处担心伤济，但是真侪担心无必然就到安尼，因为真侪父母、真侪家庭，因的环境无通亲像咱安尼。伊嘛无迄个条件，通有处处伫咧烦恼因个囝，总是因个囝未来无一定比咱较歹。担心无拄拄个，让予咱个囝较好。替囡仔做伤济 ，OK， 然后予囡仔伤好伤济，呾两块名牌，呾两块框架，感着安尼。真侪时阵，爸母用个拢是二手货，囡仔用个拢是即马上新个名牌。感受安尼，无咧赚的人拢伫咧食大餐厅，有咧赚的人拢唔甘食一个好的起码咧。即世间感受安尼对待囝，这是讲伤济，还佫有一个讲伤少，啥物伤少？是大人，有当时啊。做伤少，互囡仔看；是大人陪伴伤少，伫囡仔的身边；是大人伫拄着代志的时，让囝让伤少。咱拢常常伫囝面前跌跤要赢，因为我是恁爸，我是恁母。的确，他会输嘞，他会当输哩。其实做时大人诶，爱学让输，因为咱比因较大，因逐项拢袂晓，因伫错误中间伫咧成长。所以伫囡仔诶面前，爱囡仔学较侪，时大人毋通直直要赢，囡仔足艰苦心。然后，啥物伤少，咱注重因诶学业分数伤侪。咱注重因的信用甲人格伤少，培养因的礼貌伤少，培养因当厝内分担代志的机会伤少。这个是信用甲人格的教育。最后一个人讲，什么伤少？咱若讲伫上帝面前，上帝有子，上帝有孙。上帝有没有孙子？在天国里面，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咱讲耶稣是上帝的大儿子，我们是天父的小儿子。那因安尼类推，做父亲的是上帝的大儿子，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小儿子。那安尼，我们身为长辈的大儿子，应该有一些爱的典范。什么叫做爱？爱是很久的那悠悠恩慈。OK， 进来好不好？爱是追求真理。好，你如何在追求，在实况当中如何追求爱的真理？父母亲啊，活出来给我们孩子看看吧。OK， 我想这个会当最难的提醒，请注意这里有两个父亲。都是非常有指标性的两个老爸，
华硕这间公司伫台湾有要紧啊？无要紧，真出名对无？伊个财务长最近自杀死，几岁？50岁。50岁，这么一个大公司，国际上有名的大公司，财务长竟然默默地躲到旅馆去烧炭自杀，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连一声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另外一个是台湾，我告诉你，台湾的太阳能事业在全世界是有名的，排前茅，一再带领台湾在国际太阳能的竞争过程当中脱颖而出的这一位大掌柜，荣誉董事长左延怀，他也突然就走了。各位，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的父亲也走了。我这个影片，我这个消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很多父亲他一生劳苦功高，但是他的家人、他的太太、他的儿女懂得父亲、阿爸他辛苦的一面吗？很多时候在家里的生活，常常看到的只是你怎么那么木讷，你太太都不光辉，你太太都要辛苦，别人的孩子假日都出来的镜头看电影，我家的爸爸怎么常常没有陪在我们身边？爸爸你在忙什么？然后爸爸对爸爸不解、不了解、不谅解，到后来光着一挂台阶时，很多时候就冲着爸爸一句话、两句话，一个观念、两个观念，然后再来就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就没有话说。很多人到他爸爸年老离开了，还不懂得、还不明白、还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因为在爸爸还在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不等于我跟爸爸走来公心来归。我跟你说的是，不知道这个苦难的故事在你的生平里面发生了。你怎么长大的？你的来时路？爸爸妈妈当然这个家，那母亲节，母亲节已经讲真多妈妈的伟大去啊，所以今天实际上我较无去讲母亲啊，我讲一挂爸爸的心内话，好无？真侪时阵，爸爸欠长内多。有真侪时阵，爸爸伫遐伫咧走藏，为着你的学业，为着你的交钱，为着你的身躯，为着你家人，为着你无听话，伫外口循着你自己的意见在外面碰撞。做父亲的如何在家里，在各方面，在你看不见的时候，在你意见冲突，你不愿意帮他帮你忙的时候，他暗中流泪，暗中托人托这个托那个人，然后为你做一些事，你都不知道。OK， 然后我告诉你，等到爸爸有一天身体垮下去了，我告诉你，你还不明白他。Okay. 很多这是都有指标性的人。看得见场面的人，但是有许多时候你的爸爸到底他在外面做什么你完全不知道，你看不见他的场面。 OK， 所以有人说爸爸的生命
最难懂。爸爸的心意无人知，爸爸的目屎拢老是看到妈妈的老目屎，人家较无人会看到爸爸老目屎。我甲你讲嘛，爸爸有伊老目屎的时阵，可能无人知。所以老爸啊，为谁忙碌，为谁苦？那不是为了迄个家，那不是为了家庭的荣耀，为了要让人看到咱的家，互咱互人对咱搁较尊敬，活出一个生命的价值。是大人甘做爱这么辛苦，拼拼的，你看这两个人拼拼的，家己都来不及享受。来不及退休，真侪人拢讲，顶个我退休，顶个我退休。现在咱中间有人嘛，就讲无输你来讲你家己哦。即个我们来等顶个我退休，我来等过一个无同款的日子。即摆问题是，那个日子我真的等得到吗？唔知影。但是爸爸的心意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拼了吧，因为现在身边有许多的需要。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开口来读一遍，好吗？预备，来。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一摆，那不一样哦。子孙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老人的冠冕是啥？子孙。子子的荣耀是啥？老爸。老爸的荣耀，老爸的名流是子子、子孙。毋忘所有的人有机会到伊年老，辛苦的人啊，毋忘你有机会通活到七十、八十、九十，会当看到你的正子孙，会当亲像即个即个图。子孙远同，和蔼三亲，是最年老的人上大上大，那是伊的 crown， 那是伊的荣光的标志。那即马礼拜三，咱常常拢咱咧上迄个启示录，启示录真要紧的即个 crown， 即个标志，就拢是予得胜的人会当得着，啊，即个得胜的人。儿女的荣耀就是老爸，我想。啊，人辛苦的人有机会享受，然后最晚辈的人晚辈有机会真的能够承先启后。我们这个家有两个相信，有一个使命，呼唤大家来注意他。两个相信，相信什么？耶稣说你虽然不好，也搁知影当提好命给囝。我讲你伫天爷老爸兼会将更加好个面互求伊个人嘛。做老爸的确有一个，你也相信。做士大人个为父之心，的确他会用尽他的生命，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但是父亲给儿女的方式，为什么会用那种方式？为什么会不用我喜欢的方式？为什么你不明白？所以我讲，亲爱的儿女啊，找机会跟父亲坐下来，明白父亲的心意很重要。但是这里已经有一，不管你明不明白，有一个你一定要相信，你得该相信最烈老辈人。在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他的确会将上好的面给他的子，给他的子，这点请你来相信。那么说阿们无？因为我们吃到中年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对世大人有很多不利，对世大人我们有很多的冲突，因为我们不相信你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好，我们没有感激。我们希望这样的不明白、冲突、冲动，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在进步，
我们的人格文化一代一代一代啊进步，我们当中我们的错误经或者是少年人知。第一个相信要相信什么？做父亲的一定安怎？一定会安怎？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你一定要相信这一句话。第一个相信要相信什么？做父亲的怎么样？会把好面给伊囝。第二个相信，你要相信甲四大人坐咧讲话的人，你一定要相信哪一个孩子就坐下来，愿意坐下来跟父亲谈越多心事，明白越多心意的那个孩子，他会得到更大的聪明才智。这四大人呢，有伊比你行过三十年、四十年的人生，吃你比吃你加真多的饭，行过真多的路，真多苦痛，真多错误，真多。我告诉你，他这一些理经历是你没有的，是你欠缺的。他愿意把他赶快交给你，但是可能因为现在你们的关系不好，因为现在你们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父亲还憋在那里，但是他的心很急，我老了。孩子啊，你啊，什么时候我们有机会可以谈谈心？圣经家公种植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谁能够坐下来跟父亲谈心的人，他们能够得到聪明，他们能够明白道理。OK， 两个相信，第一个相信要相信什么？父亲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第二个相信是相信什么？哪一些人可愿意跟父亲坐下来，听听他讲话的，那个儿女一定会得到更多的聪明才智，更懂得明白人生的道理。两个相信，一个使命，什么使命？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你的好行为能够荣耀上帝，你的好行为能够会荣耀你的父亲。儿女啊，你要有好的行为，做囝仔、查某囝，你要有好的表现，无论伫人格、伫做人、伫谦卑、伫服务、伫疼人，你要有好的行为，伫学业、伫事业、专业，你要有好的成就，你才会好容易带来你四大人的荣耀。这个就不是四大人会当帮忙啊，这个是囝儿啊，你要努力把它当成你生命的使命，把自己的生命价值给活出来。Live out your value。什么人会当画出你的价值，然后你的四大人会得到真大的安慰甲骄傲。今日的经句，我们再来一次好吗？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榜样。而且这两代是互相对应，爱护也叮当会顺传起来，然后人生就觉得我好幸福。那这个是咱的家人，下来团结来庆祝，挂好蓝天啊，你好咯。你们庆祝阿爸，来看你们庆什么？阿爸听，所以阿爸来请你详细来听。
一个十七岁的囡仔，五月去参加伫卡达亚洲青年的锦标赛，咱个国家连迄个撑杆吊的囡仔拢有上到位，伊都要临时去共照，共照的囡跳落去是得着冠军。即边七月无几工前，搁伫哥伦比亚搁参加一个世界的撑杆吊。竟然咱个国家不如赛去，咱个国家有真侪理由，但是 DHL 讲无影，阮拢各所在拢送会到，咱个国家讲无影送袂到，无影无食。所以负责个人都兼，咱个时间啊，因为我们讲的是两代之间拢要有伊个角色，拢要有伊个责任。You have your part, I have my part。啊，这个囡仔已经准备偌侪教练在训练，这是国家的人才，结果伫遐，要到伫哥伦比亚时，伊嘛肚子刚少，但是唔是伤长，就是伤重，就是伤轻，完全无合伊的身材，所以就甲教练决定卖掉，伊袂看的。我安怎样，伫两代之间真正好好。来培养你这张图你有想到啥？我这时阵伫咱少年的时，是大人在乎陪咱，徛伫个海南里的肩胛头，肩胛头。我这时阵爸都当阿弟弟甲你讲，叫爸爸，叫爸爸，爸爸，爸爸。然后爸爸做爸爸的伫囝的面前叫伊一千摆爸爸，然后迄个囝第一摆叫着爸爸，吼，迄个阿爸欢喜到袂高兴。做士大人的真正用伊的性命伫咧陪伊的囝，偌济人到伊的士大人年老，年老之后的老人，他的儿女没有机会回到爸爸的身边来陪伴他。爸爸就是那么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老家，不方便，头痛，腰椎痛，谁半夜来陪伴？没有一个。我咧讲的是两代之间要如何让爱能够有及时回流。都叫年轻人唱的歌，你们猜猜看，那首歌是在爸爸在身边的时候唱的，还是爸爸已经不在身边的时候唱的？我告诉你，这是爸爸已经不在身边的人在唱的。我要倒转来问讲，啥事？爸爸伫身边的时，恁太拢袂把握。当天若在爸爸离开的时，然后才感觉咧唱这个怀念、唔甘、伤心、后悔的歌。不，基督徒永远要把握机会，成为珍惜现在，把握每一个现在。咱讲在生一个老，看人安怎，死了他妈的快乐地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两代之间我们要如何做一个，当我们做父亲的时候，儿女还小，我们真的要爱他，保护他，忍让他，包容，爱是一种忍耐包容，等他长大他懂得。当父亲年老的时候，儿女要赶快回来，即使在他身边多听他的话。所以我家最后我会讲的是，孩子们，你们可以有几个简单的方法来赢得父亲的关心。第一，常常对爸爸讲：“爸爸，谢谢你。”无论爸爸给你载，爸爸给你怎，你的确爱甲对伊肩膀甲搭的。爸爸，谢谢你。学会晓男人的语言。爸爸今仔个人，看一下，撞一下，他我跟你讲，你无知个。囝会晓学甲爸爸有即款个肢体语言，常常伫外口拍电话，敢若一句讲爸你好无？爸你好无？爸你较晓咧耍无？敢若安尼就好啊，恁爸就足爽个。找机会甲恁爸坐落来，泡两杯啊，泡茶，开讲。恁爸有当时啊，遮尔热个天气。
换半打的啤酒，恁是恁两个当当啉一个，明白？足爽快。管理师，我咧讲到啥？你咧听到恁囝大啦？对呀、啊，来，生日快乐！来，来，我来跟大家三年，我陪你啉一个。然后以后今天跟爸爸唱到，爸爸就知道你在表达什么。爸爸需要的都不多，爸爸需要的是儿女懂得。有时啊，爸爸不是爸爸保重啊，莫遐尼伤啊。有当时爱，阮已经慢慢大汉啦，阮已经会晓大学啊，阮会当打工啊，你毋忙，你会当较轻松。真侪时，很多时候你的意见、你的观点跟爸爸不一样，懂得坐下来问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说，问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做 ，Why？请问，忍耐一下，停下来，问问爸爸心里在想什么，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爸爸，你也好吗？啊，我从这个父亲节晚上的心，点在咱，我咱的心底对着爸爸讲，爸爸谢谢你，也希望和你的好的表现、好的生命力，我爸爸感到一见面跟。白万多谢你，做阮天顶的老爸。天白万多谢你，予阮大家人伫地上望一个老爸。阮的老爸有当时啊嘛无完全，但是在我们的父亲身上，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每一个父亲是爱儿女的，只是他的爱我们不一定了解。有时候他的爱不被了解，父亲会生气。父亲会很难过，父亲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爱。恳求你让我们也当加做一个好父亲关心的儿女，让父亲的爱能够很顺畅地流到我们身上。我来祈祷感谢，不只要说一点。Amen.